酒驾一般的驾驶就已经不行，职业驾驶是就来我是不可能去喝酒。如果说我今天有值这个任务，假设七天八天的话，只要隔天没有休息，我们是不会去碰酒。目前台湾的游览车市场当中，大概缺10%的这个优良驾驶，量大需求多。那我们觉得这个司机不能用，他在甲公司不能用，那就流窜到乙公司去。乙公司又发现他可能不能用，但流窜到丙公司去。